这次应该还好吧？还好。江够大吗？更大的有吗？冰厨那种有吗？冰厨那种没有啊。那个没有哦，江的没有。哎，第一台的。啊，那种可以。所以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话，你觉得我们要多少个这样的 size 的 USB？ 五个。五个才有多。喂，大哦，够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原来是富人。我就要割开它啦，喂！我去买刀片，割开它先爆吧。哇！啊，你下面拿刀片开了，这条就可以进来了，再开。能熬，你可以熬的吧？可以的。来，可以了吧？哇，人头！OK， 什么爱的莲子啊？你讲解了。哇，好。啊？把下面撕掉，所以要进，所以没有捡到。拿Yo, what's up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呢，看到吗？我们这边有三个大纸皮，这就是刚才我们去你们看到那个电器店那边拿的。然后我们是有打算要给他们纸皮的钱，可是他们讲给我们拿去用免费的，所以实在是太屌了。因为我之前呢有一次我在我的 Instagram 那边，我问你们有什么题材，你可以留言在那边，然后我可以抽你们的题材去拍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就是献给这一位网友的啦。然后这个他叫我挑战的东西呢，就是。做纸皮屋，然后去野外森林或者是一些很偏僻的地方去睡一个晚上，所以我今天就找了小明和阿旺跟我一起去睡一个晚上。可是没有睡一个晚上啊，就是去那边过一个晚上吧，过一个晚上跟睡一个晚上。体验呢？你讲到这样多。体验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的概念是这样子的。这个 size 过来看一下。你觉得这个 size 哦？你觉得这 size 哦够睡三个人吗？坐着睡应该。躺着是不可能的、啊，反正我们只要坐在里面吃鸡打王者吧，我们。还是你要装一下冷气在里面。我说的话是 OK 的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的概念是这样子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纸皮这样连起来，不是？它里面就这样空间了嘛，我们可以三个人了嘛。然后我们随便选一面哦，各一个门，我们就可以从那个门里面进去。然后上面这边呢，我们要有屋顶嘛，所以我们呢就用这个纸皮哦。把它割开，然后这样盖上去上面就没有，然后剩下有剩的我们就割了放在里面自己做，因为你不可能坐在草地上面，明白我意思是不是？所以 yes 开工。哇，你小你手来，不要玩啊。哎，等鸟 ，OK。哇，你旺你真的很有脑哎！啊，它已经拼在一起了，而且很紧一下，很坚固一下，完美、啊。
虽然讲外表上面是有点难看啊，但是不用紧啊，我们最重要里面是。其实我没有在录耶。哈哈哈哈哈！屌你！所以这边呢，是跟那边是同样的一个概念。这一边会切到比较难度。其实不会啊。是没？反而更好切。哎，冇心急，冇心急。OK。你会的吗？你没事。OK， 到这边。你的美术及格的吗？及格啦，你看几瓶哦。OK， 来啊，开门了啊。芝麻开门。哇呼！我们家的门要建好了，这个装修费不用钱了。哦。喂，不要弄断哦。喂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了。这个是。哇，很有感觉哦哟！哎，你已经有自备窗口了，你过来这边，那边。Hello， 完了，你很像怪叔叔，在这里看下去。哎，有没有女生在冲凉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在……喂，屋顶成型了哦。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，需要怎样做？我们要用粘纸固定它。很爽欸，喂，很爽欸，喂，真的很有感觉，你要不要进来一下？来，你们两个进来先，快点。Welcome home， 你可以吗？要跑了，我只要跑了。受不了。我进不来啊，我因为要往进去了。哎，郑大威。我不能啦，很热啊喂。哦哦，我觉得我们无法继续做下去了，我们要先把这个东西搬进里面放先，等这一场雨下完过后我们才能够把它搬出来，要不然我们等你是前功尽弃。你看这个乌云， Holy， 讲吧，这个东西是你们留言叫我去做的，我现在要做了，但是天不作美，你看这个东西已经固定了，你看它已经是固定了，虽然讲外表你看我们粘到有一点难看啊，你看外表粘到有一点难看，但是不用紧，因为我们等一下的计划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东西我们会作为屋顶，我们这样子盖在上面，你看这样子盖上去过后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吗？所以外表上看起来呢，它是非常的漂亮。爆了！我是很喜欢现在的天气啦，乌云密布，然后凉爽这样子。可是哦，当我们要拍 video 的时候哦，我就不大喜欢这样的天气哦。你看，那个云真的是非常漂亮。拜托，你要下雨咧，就现在下完它，然后晚上的时间，请你停雨，给我完成拍摄，好不好 ？OK 啊，老天爷，一言为定啊 ，OK。OK， 现在咧，那个雨终于下停了，它下了几个钟啊？下了四五个小时，然后。现在总算是停了，大概还剩一点点，但是我们不要再等了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去那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直接把纸皮搬过去那一个树林里面。Let's go， 我们现在就要往那树林去，你看到吗？后面那边有树林，那边后面有很多棵大树，然后里面是森林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里面那边去体验。这边的车走过，全部都用那种很奇怪的眼神看我们。怎样 ？Stop！
可以拿低一点。低一点。塞，开始有一种很刺激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地方很阴森。Holy shit！ 你，这个地方感觉很凉爽，很凉快。这边、这个是我这用来做，我们用来做的、这是我们的门。我们现在就在那边做那个屋顶。阿王现在很用心的在铺着里面那个地上。真的很想秀你们这边的环境，可是太暗了，拍不到。我觉得这棵树哦，真的是有一种阴阴的感觉，不多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就要在那边体验过一个晚上。